不过就感觉他，你需要向他去学习他的那种态度。我觉得他首先，我记得我的印象对他非常深的就是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因为在就是大家拍一场戏，准备去围读，然后可能不是每个演员每场戏围读的时候都能以一个非常我带着戏的状态去围读。首先，我承认我当时可能没有，我觉得我们先把这个调度顺一下，或者顺顺词儿，大家怎么样？但是他一来的时候，他直接一下子把这个人物的感觉，我记得他的词儿是什么？杨真来报道，类似这种词。哦不，好像是什么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怎么样，这之类的词儿。他就非常严肃，也非常以这个人物的感觉把这个台词给说出来了。我觉得甚至有影响到我，我觉得哦。那我也要在之后的这个围读或者说这个顺戏的时候把这个人物的感觉给拿出来。